听说老师最近上课越来越严格了，原来是请了个助教啊，怪不得这么猖狂，那我玩游戏的时间就少了。呦呦呦，这不小华威吗？来的正好，把作业上交一下吧。你看看我身后那些作业，别人都已经交了，现在就差你一个了。老师，我作业忘加了。忘加好啊，忘加了就跟我来吧。老师最喜欢你们这些作业忘加的同学。啊，这是要放过我吗？不交作业就给我吃粑粑去。啊，这也太恶心了吧。你少给我废话，赶紧进去吃，不然别逼我。恶心死了，太恶心了，还好这有个五彩鸡汤可以吃。谁叫你吃了，给我交出来。啊啊，个头快给我。五彩鸡汤可不是给你吃的，你给我吃吃去，还是我来品尝一下这美味吧。晚安，拉卡巴。年轻真好啊，倒头就睡，我赶紧从这里溜吧。到了这里激活一下陷阱，现在该走了。等等，还有个惊喜没给老师，前面就是出口，临走之前把这里堵住，嘿嘿，这下想找到我可就难了。出来了，在脚下也放个惊喜，这下可以找地方玩我的世界了。你们在这继续吃，我去找他。有个箭头朝下，说明这里一定有。下来了，把这里拆了。今天真是把我坑惨了，这里的路被蜘蛛网拦住了，累死我了，终于出来了。等等，头上有陷阱，我躲。他嗝屁了，现在快走吧，前面那就是我的秘密基地，想过去必须射击靶子过去。过来了，密室入口就在这。进去里面，把这里拆了，老师掉下去直接嗝屁。我去更深的密道里面，这些发射器里面什么都没，只是吓唬老师用的，藏在这儿应该不会被老师发现了。前面有我们家哥哥的黑照，那么那里一定是密室入口。这有密室入口，直接进去。我操！这小子就喜欢跟我玩阴的。不好，这有陷阱，被我发现了。操！原来是假的啊，这小子敢唬我，今天必须给他个教训。找到你了，你想干嘛？我操！这些派对客真可怕，我的密室出口在这儿，就从这里出去吧，他一定不会想到的。这里小心，下面有陷阱。这有书，直接走过去，开了老师过来直接死。把三个门全部打开看一下，看来出口就在这里。臭小子，这次你可跑不掉了。等等我，我没上车。谁让你在这玩游戏的？卧槽，完了。太可气了，给我等着。一群小僵尸还敢打我。把它拆了，去蹭一下前面那幅画。小子，被我找到了吧？小样，还想用这陷阱坑我，我才不上当。拿来吧你。他嗝屁了，回家玩游戏去。这些都是我的信仰，我玩这么久了，专门请人建了几个雕像，同学们今天必须等等。老师又在这鬼鬼祟祟干什么呢？肯定是在崇拜我的信仰。啊！卧槽，你个死清华，你在干什么？住手啊，那是我的信仰。信仰你奶奶个哨子，整天不好好学习，就在这搞花里胡哨的东西。不要再拆了，老师。臭小子，再不好好学习，给你打成活体标本。我错了，这次我知道好好学习。这就对了，将来你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，我才有炫耀的资本。我操，什么情况？怎么有个坑？又是你小子干的好事吧？这都让你发现了，给你洗个澡吧。看他舒服的都睡着了，我先开溜吧。老师这下肯定要气炸了，这里有陷阱，我先走了，我的密室入口在这里。以防万一，在这放上岩浆。现在快去我的秘密基地吧，按下按钮打开进去，这里安全多了，在这先玩会儿我的世界。这小子让我在同学面前丢了脸面，今天这面子我必。臭小子气死我了，原来这有假方块，旁边有个拉杆，我猜是陷阱，先不拉了。有辆车，说不定有机关，哈哈，真的有，下面有岩浆，可能是他故意放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拦住我，不让我过去。按下按钮打开看看，看来就是这里了。
老师，你还活着呢？臭小子，陷阱被我识破了吧？这次我看你怎么跑。我有弓箭，谁说我要跑了？我有盾牌，这下你拿我没办法了吧？我操，小子，你跟我玩阴的是吧？不嘚瑟了吧，跟我比智商还差得远呢。这里是个假密室，真正的密室在这假方块后面，小心脚下有陷阱，必须绕路过去。这发射器里也有弓箭，直接冲过去。还有一条密道能过，不过有陷阱，正好在这玩会儿我的世界。对了，在这放上机关。跑得还真快，这有机关被我发现了。臭小子，你跑不掉了。机关拆了，赶紧追过去。看来就是这里，这路被堵住了，把火扑灭了。还好有水。回来了，他的密室。刚才没注意，这应该有密道能过去。找到了，赶紧追，这次一定不能放过他。这有陷阱。不会以为这种陷阱还能坑我吧？这里一定还有密道能过去找找看。就是这儿了，我马上就能抓到他了。好家伙，又在这玩阴的，抓住他了，一定给他一层皮都扒了。小子，又想坑我呢？你真聪明。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不太了解。卧槽，我的电脑，算了，再买一台吧。这只有一个出口，就是这里。Later. 臭小子呢？跑得真快，试试这里。跟我玩这个，我不会上当的。右边一定也是陷阱，走这幅画，差点掉下去了。原来有假方块啊，那直接走吧。今天我来参加诸神的葬礼，因为他可是我的信仰啊，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这样的传奇人物。没什么好送的，就把我的电脑送你吧。我也想送土豆，但是我没带。臭小子，我说你鬼鬼祟祟干啥呢？谁在说话？是我，赶紧跟我回去，把作业写了。我在参加葬礼。你参加你奶奶个哨子，别逼我跟你动粗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只能拿出诸神的庇佑了。你又在这嘟嘟嚷嚷什么呢？给爷死。卧槽，你怎么还活着呢？因为我有诸神的庇佑。什么鬼东西？这就是对诸神不敬的下场。他一个教书的不懂我的信仰，这下他肯定大发雷霆了。我赶紧跑吧，我的密室就在诸神的雕像里，这里我设下了很多陷阱，可以在这玩会我的世界了。耽误学习，今天必须把他小子捉拿归案，看看附近有没有他的密室入口。怎么有一个超大的雕像？直觉告诉我他在里面。小样，这陷阱还能坑到我？不是把我当傻子吗？臭小子，找到你了，现在老老实实跟我回去写作业。写作业是不可能写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写，先从这爬梯子上去。门后有陷阱。同学，你在这好好玩，我送你的电脑吧，正好可以替我掩护一下。上去看看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应该就在上面，就是这里。还好我有盾牌。哼哼，跟我斗，还差得远呢。哎呦，就两个僵尸猪人啊，你俩是不是吃屎了？这么厉害，再爬上去找找看他在不在。有人是不是在这玩游戏呢？好啊，果然在玩，没收了。老师，我在这。这可是你自寻死路，你还是担心一下自己吧。他泡澡泡得太舒服，直接躺里面了。我先从这里撤吧，爬梯子上去。这里是我养的猪猪侠，应该能帮我拖延点时间。有个盔甲架，我伪装成盔甲架，老师就不会发现我了。今天可把我坑惨了，是不是躲这里了？原来是猪圈，简直是臭死了。臭小子，肯定躲到这雕像最顶端了。我去，咋这么多土豆？小子，你给我死出来，真是奇了个怪了，找不到他人啊。赶紧出来，臭小子。诶，这盔甲架看着好奇怪。好啊，原来是你个臭小子。我去，竟然被老师发现了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玩游戏了。临死前我有个愿望，就是把这土豆吃下。这个倒是没问题，我吃了。年轻真好，倒头就睡了。出口在墙角，直接出去。下面有个水坑，是陷阱。可恶，臭小子又跑了，刚才竟敢骗我吃下一颗有毒的土豆。有屏障，下面有个水坑，想都不用想，肯定是在里边。
果然，这应该是开启的机关。卧槽，大哥！对了，我的门票忘了拿了，现在可以去参加诸神的葬礼了，希望我还没迟到。哇，来参加的人好多啊！他临走之前还给我们留了几样东西，现在播放听一下。Hello everyone, Tactical here. If you're watching this, I'm good. 呦呦呦，作业都没写就跑过来参加葬礼了，谁让你在这听遗言的？老师，你在干嘛？能不能不要影响我在这参加葬礼？你参加你奶奶个哨子，她已经去世了，你麻溜点给我滚回去写作业。她没去世，她只是喝隐身药水藏起来了而已。好痛啊，诸神快来救我。别傻了，她不会来救你的，神话终究只是神话。老师，你看你身后。天哪，诸神果然出现了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你这次下凡能不能不要再回天堂种土豆了？她这是要去哪？赶紧跟上去。原来是要指引我赶紧去密室里藏起来。就到这里吧，我还要回去睡觉，有可能永远都醒不来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开启了旁观者模式。可是机岩版没有旁观者模式，拿上他最后给我留的东西，赶紧走吧。还好我在诸神的神像下面做了陷阱，这里才是我的秘密基地，我要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玩我的世界，他们早就迫不及待了。我真是给他小子脸给多了，我猜他今天一定又躲到了诸神的神像里，这次可没有人再会来救你了，臭小子。到了，这果然有个下去的入口，快下去宰了他小子。我又来了，他不在最上面，肯定在最下面，没陷阱，开门进去。卧槽，还想跟我玩阴的，还好这次我反应过来了。臭小子，我跟你没完，下面有岩浆，赶快喝满级药水跳进去。有扇门，一定就在这门后。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？肚子怎么疼起来了？赶快去厕所，我就在厕所玩吧。进去这里找找吧。哟，一群人都在这玩呢。没收了，没有找到小子之前不会还你的。这有一幅画，小子有可能就在这后面。哎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土豆全拿了。可恶，切蛋机给我绝育了。进厕所找找看。找到你了，死小子。我操，不是照样嗝屁了吗？哈哈，在这垫上石头快走，老师这个不死心的家伙肯定还会再追来的，趁现在赶快离开这里吧。可恶，又让他跑了，一定是从这里跑的，有个小诸神庇护，拿上他。老师，你来的正好。等等，你又设下陷阱坑我了吧？这都让你发现了，我错了，能不能不抓我回去？我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给你。我不要，今天你必须跟老师回去做作业。那我先溜了。那不是陷阱，把这挖了填上岩浆，在这玩会游戏吧。看来这不是陷阱。还好有小诸神的庇护。这不是老师吗？鬼鬼祟祟在那干啥呢？东西准备好了吧？我把钱给你，东西给我。好的，老师，我这就给你。我去，老王竟然和老师是一伙的。小子，给我滚过来，没想到你还尾随我，来的正好，给你看一样东西。啊，这。老师，你想累死我吗？这么多作业，神仙来了也写不完。你不一样，这作业对你来说小菜一碟。你在干什么啊，臭小子？还不赶快把火灭了，等我灭完再收拾你。你太不讲理了，我要告校长。你敢告一个，你试试。没想到 back room 里的细菌这么厉害，对不起了老王，拿你当挡箭牌。这是我的密室提示，老师男左女右，我就先躲到这里玩会我的世界吧，随便找个位置把电脑放下。看来他今天早有准备，现在他一定是躲到该死的密室里了。那个小金库看着就像陷阱，看看这电脑后面有个洞，密室肯定就在下面。快走快走，完了，原来这才是陷阱，那他人一定在这里藏着。卧槽，这不实体细菌吗？吓老子一跳，他真正的密室入口一定在这附近。哎，有个洞，看来他就藏在下面了。
嗯，男左女右，我走左边，必须要当心了，说不定有陷阱。他喵的，刚刚屎都炸出来了，小心这里也有陷阱。我去，我被关起来了，还好只是石头墙，分分钟挖开。哇，好大的一个钻石块啊！放开关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怎么黑了？鬼啊！那一边都是陷阱，只好走反方向。我他妈来了！臭小子，电脑给我交出来！我操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敢对老师大打出手，真是活腻了。给你拉杆放左边的铁块上。让我放左边，我不，我偏放右边，我可不会中了他的诡计。不对，说不定他跟我玩。他还是中计了，其实两个都有陷阱。我要趁现在赶快离开这里，开上我的矿车走。这是我花一万个钻石买来的法拉利矿车。到了，把车先拆了。他还会追来，放上这里的机关，按下这按钮，我就飞出去了。拿上我提前准备好的岩浆。我还是过来了，这可恶的陷阱把我坑惨了。门就在这儿，继续追。拆掉了，继续追吧。这边有两条路。哦，原来这里是条死路，那我赶紧开车追。少了一辆车，肯定是他开走的。可恶的陷阱，这次总该没有陷阱了吧？按下按钮，快追。你来的正好，请你泡澡。他去世了，我赶紧走吧。这是什么破烂地方？小华威老师，今天带你去上网。这班里哪有电脑啊？难道这还有个秘密基地？我的妈呀，居然真的有！老师今天真是大发慈悲了。座位都给你准备好了，放心吧，今天不没收你电脑。总感觉他不怀好意。我的世界真好玩。玩够了吧？我都看你在这玩一天一夜了，你再看看外面天都黑了。真的假的啊，老师？你自己看吧。卧槽，我都玩那么久了。那么接下来你也该好好学习了。卧槽，上当了。游戏都玩那么久了，立马给我滚上来，箱子里有我给你准备好的作业。卧槽，这也太多了吧，早知道今天就不来了，布置那么多作业，写你奶奶个哨子。你小子想死就直说，给我站住，今天我给你屎都打出来。快把这拆了，他马上就会来的。卧槽，可恶啊，你给我等着吧，小子。他嗝屁了，现在快走吧，拉下按钮快走，在这送老师个惊喜，他一定会喜欢的，现在找地方玩会儿我的世界。可恶，给我等着，有个拉杆拉一下。我整炕火药水总行了吧，现在拉一下。我去，他竟然带了满级橙汁。小子，看你这次往哪跑。下去吧你。卧槽，你这次又想干什么？送你这个。你小子又想用这招，别以为我还会上当。那你马上就会后悔的，这就给老师泡个澡，让他清醒清醒。他躺在里边睡着了，我先出去了。后面就是我的另外一个秘密基地，那个房子后面就是陷阱，老师肯定以为我藏这了，其实这才是我的秘密基地。把这地毯拆了，谁也不知道那是假方块。可恶的臭小子，前面有个门，好像是僵尸的房间，就不进去了。这里看起来好像才是他的密室，赶快进去抓他。下去吧老弟，在我面前装大哥。他掉下去了，现在赶快走。三扇门后面没有路，出口是这个靶子，直接射击出去。出来了，去最前面那个门，这个门还不容易被发现。其实里面没有路，是我设好的陷阱，我就进这里玩会儿我的世界吧。这三扇门，两个铁门，可能有陷阱，上面的按钮太明显了，我就从这走吧。小样还想坑我，肯定是躲这里了，里面还有个桌子，看来他跑了，跑得倒挺快。旁边这个按钮肯定就是逃跑用的。他妈的畜生啊，气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他从那跑了。来这里看看。我操，不要啊。臭小子，你今天害我好惨，你又在这嘟嘟嚷嚷什么？这好像有屏障，走不动。看你下次还骗不骗我了，赶快离开这里吧。
这里看着也不像学校啊，让我来这里干嘛？补作业。我去，怎么有这么多人盯着我？看来这作业今天是非写不可了。说的没错，去年、前年、大前年、今年的作业，明年、后年、大后年的作业，这么多我才不写呢。看看你周围，你敢不写一个试试？别哭哭唧唧的，赶紧给我写。就知道让我写作业，我写你嫂子的258万。你疯了吧，小子。就用一些假人就想吓唬我，真拿我当傻子啊？还给我布置那么多年的作业，看我等下布置的陷阱够收拾你不？这有个小陷阱，先去前面的仓库躲着。对了，最好布置一下陷阱，即便被他发现了，还有别的陷阱等着呢。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被坑。拿上武器库的武器。假人竟然没唬到他，小子现在应该没跑远，还是让我亲自收拾他吧。根本不怕的，我早有准备，就在这门后，我已经看到他的狗头了。卧槽，是猎犬，我错了，大哥，快拿武器劈他。上不来吧，你这只傻狗，快去别的地方看看。这好像是个武器库，但又有陷阱。小样，这么明显的陷阱，怎么可能坑得到我？给我烤熟了，气死我咧，别让我逮到他了。呦呦呦，这不清华吗？一分钟不见这么拉了。你再说一遍。一分钟不见这么拉了，真是有病，非要让我再说一遍。先出去吧。这个僵尸头代表里面是我的密室，其实里面是我的陷阱。我在这里放了很多守卫，也是假的，只是吓唬老师。我先躲到这门后，一会儿出来请他吃烧烤。有个僵尸头，说明这里一定有密室。果然跟我猜的一样。真是把我坑惨了，有个骷髅头直接拆了。好啊，原来有两个密道，下面那里看着好像是水。走右边，没陷阱直接跳。卧槽，鸟嘴医生。都是陷阱，只好再去别的地方找找。这好像是个停车场，正好下去看一眼。卧槽，这不是我的假人吗？怎么都叛变了？又是小子用来吓唬我的，这次别以为我还会上当了。这不他最喜欢的诸神吗？看我不给他毁掉。什么？老师要毁了我的诸神？我不允许你这么做。终于出来了，你完了，小子。先等等，我先请你吃烧烤。吃个屁，赶紧把作业写了。看老师都好吃到嗷嗷叫了，说明他很喜欢吃烧烤。今天坑他这么多次，他一定怀恨在心。我先回家了。听说这里新开了一家超市，反正我的电脑也让砸了，正好买台新的。不对劲啊，怎么卖的都是文具？老师，没想到这家新超市是我开的吧？想买电脑是吧？没有，我不信，就不信这么大个超市还没电脑，不就在这儿呢吗？把这些电脑全买了，谁让我今天带的钱多呢？老板，这几台电脑我全包了。还真被你给找到了，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不卖了。你要干嘛？老师，你疯了吧，我钱都给你了。别作死啊，臭小子。还好我刚刚偷偷留了一台。赶紧还给我，让我销毁了。还个蛋，赶快离开老师开的超市。臭小子，给我站住，你以为你今天跑得掉吗？还好下面有个水坑，不然这次真的让老师抓住了，他来了吸水。还好我有小诸神的庇佑。可恶，失算了，还好我还有陷阱，赶过来我就再请他吃一次烧烤。接着跑啊，我看你这次往哪跑。你可别后悔啊。就这啊，根本不痛不痒的，我以为你小子多厉害呢。 Later. 烧烤派对结束了，你马上要倒大霉了。你还是高兴得太早了。这有我提前埋伏好的实体细菌，必须把它挡在门外，这家伙人畜不分。把机关拉上，这里要小心脚下直接跳过去，开门进去再送老师个小惊喜。快爬到梯子上，先玩会我的世界吧，一会老师来了请他喝喝沸水。没想到这还让他坑死了。拉拉杆看一下，果然是藏好的密道，快追。原来有幻象方块，现在我不敢跳过去，我怕有屏障挡着。这个按钮应该能开启密道，果然被我猜对了。好天来祝你好天。好你们。
垫两块石头，快追过去，打开按钮进去。等等，不对，哼哼，小样又想坑我，以为我那么傻吗？所有陷阱都中，等会抓住他了，给他扔进去。对了，他有可能在上面，爬梯子上去看一下。可算被我找到你了。进去吧你，他现在已经被我捆住了，下去看看他。这是哪啊，臭小子，快放我出去，可恶的屏障，有本事咱俩单挑。谁要跟你单挑啊，你好好歇着吧，拉下开关送他去西天。嗝屁了吧哈哈，现在赶快离开这。密室出口就是从这出去的，把这拆了换上线，到时候可把老师折磨得够呛，踩下机关起飞回家。Later. 坑我坑这么惨，今天一定把他抓起来。这有个密室，下去看一眼。我擦了个 DJ 了，有陷阱。卧槽，还有岩浆，幸好我反应快。臭小子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。他妈的畜生啊！据说今天老师要上一节特别的课，我很好奇。你好奇你奶奶个哨子，今天是美术课吗？不是，今天是美食课。奥利给！跟我一起去上美食课吧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想赶紧尝尝美食。奥利给！我去，老师是不是耍我呢？臭小子，你说什么呢？今天这课谁爱上谁上，我走了。你敢走一个你试试。我是不是给你脸给多了，臭死我了，你把这玩意儿给我，我才不吃。你小子，这是刚掏的，你敢烧了，看我今天不给你做个皮开肉绽。他来了，去外面等着他。你以为跑出去我就抓不到你了吗？没路，卧槽，肯定有屏障，果然有屏障。成功了，我现在赶紧跑吧，这里不能直接过，必须用弓箭。过来了，在这玩会我的世界。臭小子，太欺负人了，同学们在这慢慢吃，现在去找他。臭小子，刚刚他就是从这跑的，看看附近有没有路，有条路赶快追上去。我他妈来了。他掉下去嗝屁了，这次他肯定有所防备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早就准备好了别的陷阱。你头上那个铃应该是机关吧？卧槽，竟然被你发现了。我还不了解你小子什么情况被粘住了。你中计了，我是故意引你过来的。听我一句劝，放我一马，我让你轻点死。那必不可能，真是痴心妄想，除非我脑子糊涂了才同意从这走过去。这两个小兔子都有我设下的陷阱，要是敢下去就完蛋。我先去躲到鸡屁股里，进来了就在这玩我的世界吧。竟敢戳我屁眼，等我抓住他了一定要好好收拾一顿。诶，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原来是从这逃跑了，快跟上去看看。这个小兔子看起来很可疑，打开下去看一眼。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可恶啊，没想到这里竟然是陷阱，这里该不会也有陷阱，直接拆了看看。吼吼，果然有陷阱，我才不会上。等等，这又是哪里？我擦了个 DJ 了，完了，太残暴了。他只能是藏在这两个玩偶里。先看看这个鸡屁股，有椅子坐上去。臭小子，这下终于被我找着了吧。我好害怕，你不要过来。现在知道怕晚。赶快从这离开，赶快走，那里有个条路，这里面是我准备的作业小屋，这些都是我囤积起来几年没写的作业，必须从这绕过去。脚下的切割机还没启动，待会儿再启动，先玩一会儿我的世界。鸡屁股里的陷阱太可恶了，这里会不会有暗门能进？有，快打开。Later. 可恶的小子，等着吧，有个洞肯定就在下面，果然里面还有很多书。老师，你有本事过来啊。你等着，你拆我作业干什么？反正那些也没写，拆了也没事。等等，这不对劲，有屏障。你傻吧，旁边有条路可以过来。卧槽，说漏嘴了。好，你给我等死吧。这下怎么办啊，我好慌。找到路了，你死定了。等一下，这好像过不去。放心，来，切割机没启动。那你完蛋了，臭小子，傻眼了吧，趁现在快走。小华威，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发明，化学课发明的作品。
这就是我发明的听话药水，只要喝了一口就会100%听话。哦哟，我尝尝，感觉好像没什么变化。老师，你现在给我当众拉屎。你说什么臭小子，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。等等，身体怎么不自主的动起来了。草，我的脸都给丢光了。现在给我憋住，顺便把刚拉的吃了。臭小子，别欺人太甚。奥利给干了兄弟们。我现在命令你把作业烧了。好的，我立马烧掉作业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太满意了，把之前没收的电脑还给我。没想到这听话药水这么有效果，这些电脑都送你们了。我劝你别太过分。老师，你现在给我跳进岩浆里洗澡。等我复活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残忍。废话真的多，赶快跳进去吧你。现在药效没了，我得赶紧跑。同学们支持我，下次还让老师吃粑粑。前面有个弹簧，从那里跑，按一下这个按钮直接起飞。下面有个床，直接跳下去。这里不能跳了，去前面的银行。手里还有一瓶喷溅型听话药水。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大想法，把电脑先放在这儿，引老师过来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这死小子太可恶了，肯定是从班门口跑出去了。卧槽，这是哪？可恶的陷阱把我害惨了。有个按钮，过去按一下。原来他是踩着弹簧跑的。下面有个床，跳下去不会摔死。完了，没想到哪里都有陷阱。有一个银行，进去看看，那臭小子说不定就躲在里面。哎，这不就是他的电脑吗？人呢？跑哪去了？再送你瓶听话药水尝尝。卧槽，感觉好像发生什么事了。什么都没发生，电脑还给我，我现在命令你去给我抢银行。我没喝听话药水，怎么可能听你的？等等，身体怎么不由自主动起来了？赶快停手啊，可恶，究竟是什么时候？抢完了，臭小子给我等着。你有本事过来抓我啊，赶快跑，这也是我的计划，就在这个拐角等着他。我看着他躲进来的。臭小子，你完蛋了。把钱给我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当然是送你上西天。好，你成功惹怒我了，我现在很生气。拉杆捡起来，放在你后面启动机关。身体不由自主的动起来了。成功了，我要把老师抢的钱还给他们。歹徒已经被我制服了，这些抢来的钱就还给你们。我可真是个大英雄。